家好，我是明慈。今天我要拍的是读心术的魔术，这是一张正常牌，然后我会翻到一个地方，你就说停，停，好，我就把这边的牌翻出来给你们看，好，知道了吧？接下来呢，我会把你看到的这张牌放到这里面。中间刚刚放的地方，然后再盖起来。好，盖起来了嘛，我就把橡皮筋给它靠起来。我往手上拍了三下了以后，往后再往手上拍三下，你的牌就会跑到最前面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我猜你的牌应该是这个，对吧？嗯，好，这个的魔术教学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先找到两张一模一样的牌，找两张一样的牌，接下来呢，你就是得设法说服观众拿到一张这种的牌。两张一样嘛，那你就要拿到一张一样的牌。先把这一张呢放在最下面，但是最下面的话我们不能露出破绽，所以拿出两张牌，把这一张的反面盖在这里。其他两张也是，其他一张可以盖，也是盖住。那另外一张呢是反面盖，所以其实你这样看的话，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差别的。但是翻开来这边是有。嗯哼，然后第一张不是这一张吗？你就把，不然你放在第一张，你叫别人说请抽第一张，他就知道你一定第一张有做一些小动作，所以把牌切开来，把这张牌放在这边中间你切的某一个地方盖住，但是你放的时候你的食指或者是哪一根手指头要压住它，这样你才会记得这边有一张牌。盖住了以后。但是不要太明显，我是会用小指头了。接下来就开始解说，什么？我这是很正常的牌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切开来牌，看一下这张牌，然后你抽走了，对不对？我稍微放回来一下，你要再说一次，把牌盖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对，牌要拿出来，他等一下会再把你插进去，你就把牌这样盖起来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错了。把第一张牌呢，在趁就是观众没有很仔细看的那个状态下，立刻把最后一张牌抽到最上面。那第二张牌呢，不就会是